公尺左右啦哈。啊，养养的迄、那个，养养的迄个厝，大概可能一段可能差不多十三四间左右的迄个商家啦。啊，我原则叫做包厢，就是一段做好了，铺面恢复了，就是随向个商家。所以实际影响大概是十五天，一个工作面试做是十五天的时间。好，举例来讲，我们看上一段。上一段从邮局那边做过来，已经之前已经完成了哈，完成的那个部分，现在目前商家都已经能够使用。好，它在施工期间会有一些比较不方便啊，就影响的那个层面大概就十五天的那个时间左右。哎，当然工期是到八月了，我们有要求承包商刚好再加开工作面，啊尽量能够早上晚上做晚一点哈，尽量能够让工期能够来实质说的。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具体的一个做法。分段落去做就对了。伊是分段落去做啦，啊，所以是这种营养包厢的迄个时间就是干哪，做迄十几工安尼啦，做迄十几工。差不多50公尺。诶、欸，差不多50公尺左右。50公尺，所以就差不多，你看哈，咱这样看到就是有更三两。50公尺，这拢总2000几公尺嘛。2300，诶，2000算起来吼，差不多2300几公尺。两台要做2000。